Siege equipment is ready.
夺取了孟城。主公命令夺取内城两侧的投石机，打通进入内城的通道，让大军可以从正面突破。我的弓箭手将支援你们的行动。快，夺取目标，我们会掩护你。不许后退。失手成功，把反贼赶出去。
铁锅之勇。
孙坚成功突破了洛阳东面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进逼皇城东郊。董卓听计于李儒，